我们先来看一下症状了啊。所以前天是陈时中确诊嘛，然后过来是这四位嘛，然后接下来呢，刷刷刷刷旁边的会不会先进？有没有先这一圈？会不会明天这一圈呢、啊？我希望不要，好不好？但罗一军告诉大家，奥密克感染三天内才是转阳或者发病的高峰哦。哦，然后呢，潜伏期可能长达7到10天呢、哦。哦，也许可能往外面蔓延，当然也不见得是这个现场得到的啦，也不见得嘛。哦，那他们今天在这个会议当中，大家去问，就说，指挥中心就是尤其是陈时中，就有没有去疫调一下？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谁，那个内政部的哦，陈宗彦，对，陈宗彦，他就讲得很含蓄嘛，他说我们现在已经不做疫调了。是在怕什么，在隐瞒什么？一般人可以，但是大家对于指挥中心，对于陈时中，他是个指标性的人物啊。你可以告诉我们嘛，比方说指挥官最近都很忙，都到医院、到急诊室里面探视，到加护病房里面探视，他去走访基层医疗机构，可能是在这里感染，可以啊，可以这样跟大家讲啊，对不对？哦，你可以告诉大家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在陈时中的病情跟他的疫调部分这么的隐晦，我不太懂哦。那现在有没有症状呢？庄仁祥有症状，喉咙痒、咳嗽、发冷应该就是有点发烧吧啊。然后呢，所以他的职务由罗一军来代理到6月21号。那薛瑞元很幸运，到目前为止没症状，但并不表示他明天后天没有症状啊。那王必胜呢？他是鼻塞跟喉咙痛。那陈时中呢？看起来是重症的高风险群哦，我要问一下这个王仁祥理事长，因为他超过65岁嘛，吸烟吸了50年呐、啊，又没有戒烟成功，他还装了心脏支架，肺应该不太好。他说他全身酸痛，打喷嚏，流鼻水。那庄仁祥今天告诉大家说，陈时中有填自主回报疫调系统啊，但是框列接触者呢，实际上人数不清楚。不清楚啊，只是一个陈时中都弄不清楚。那今天后来又被问到啊，今天这个又被问到，他是说，我们现在没有在进行疫调等等啊。陈时中目前是身体有些状况，按照医嘱服药，没有回应是不是用抗病毒药物。这个部分呢，为什么不能够公开啊？因为说实话，如果说 Paxlovid 的话，它是符合的嘛，它是符合的，所以我就不太懂哦。关于陈时中确诊，然后他的用药状况。然后呢，他的这个现在的状况，还有包括他的疫调等等，如果说一切真的是为国为民啊，大好的大内宣机会啊，应该告诉大家没有错。好，所有的长辈注意，像陈时中这样有高风险等等，应该第一时间服药啊。我们现在药物很充足，都会给大家。但是对他有没有服药，有没有，今天都不肯讲都不肯讲。所以我不知道王仁祥理事长你怎么看哦？就说其实我觉得他们的确诊也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正面示范。对，我觉得他们那个确诊呢，我就从他的一个专业去调查这个感染爆发的一个角度来看的哈。我觉得我们在指挥中心里头啊，基本上指挥中心它位于我们疾病管制署里头。那疾病管制署，我记得在疾病管制署里面，他们本身的门禁是相当森严的，管的是铜墙铁壁。你只有在里头开会的话，肯定不会有问题的。所以原则上来讲的话哈，应该是要从这个感染爆发的指标病例来去调查。指标病例他为什么会呢？我们知道这个指挥中心里面，大家都管得住，只有陈时中管不住，因为陈时中他太政治了，他这个时候有很多政治的活动在，跑脱啊，所以跑脱那个机会是很重要的，他跑脱才会得到，所以整个的这个感染爆发，用从指标病例来看的话，我们知道最有嫌疑造成政治感染爆发的就是陈时中，因为他这个政治真的是。讲的就是说，他这个不是政治凌驾于道德，他是政治凌驾于专业嘛。他在这么专业的地方，还利用这个专业的时间去跑通啊。我觉得这个就是政治凌驾专业，这凌驾专业哦。所以这样子，我才认为说，他为什么不敢去做疫调，就这个道理。因为疫调调出来，如果不是在医院怎么办？不是在医院，因为疫调的时候就是要调这个指标病例。对，因为之前贾永杰这个假日去北海什么餐厅吃饭，去巧遇陈时中嘛，对不对啊？吃饭口罩一定是拿下来的吧？对，所以我说这个东西是其实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就是他的指标的活动已经在那地方，否则的话，因为这个东西他根本我们这个新冠啊，他不会说是挑人来感染的，他一定是看你的人的活动了。那至于他得了以后，
他这个疫调不做的话，其实我们就没办法厘清他这个什么东西。那我想这个可能也是国家秘密了，所以他就不去调。国家机密哈，对，国家机密，所以这个我同意了。对，那至于他后面那个东西，到底他能不能用药？我们知道陈志忠他本身年事已高啊，他比我大。我前一阵子确诊了，但是我确诊了以后，因为我年纪实在太小了，小什么意思？我就差半岁就65岁，差半岁65岁，我怎么样？那我又什么病都没有，所以我真的拿不到药，我真的拿不到，一个都拿不到，我也不想违法，我也不想违法。那陈志忠他是合法的，他绝对可以拿到药，因为他超过65岁嘛，对，这没有问题的。所以他这个东西其实不必隐瞒的。大家讲你到底吃药没呢？对，那你不要隐瞒嘛，就讲嘛。为什么要你这个不是特权？像隐瞒这讳莫如深，到底有这里是国家机密吗？哎，不是的，这个不是国家机密。可是问题就是说，他可能前面有国家机密，他怕你这个一挖就挖出来了，这个很麻烦的。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哈，真的是很糟糕了。你前面有个机密在的时候，你必须要后面也要把它变成机密。那这个东西机密就没什么好机密的嘛，它本来就是可以用的嘛。对不对？是啊，嗯，你买雾化器呢，会送你水神。那么家里面哈，8平以上的、5到6平的，或是小平数都有不同的选择。它的雾化时间大概从4个小时到8个小时不等。怎么买？快点购 ，QR code 扫一下，记得哦，帮我输入 CTI 285，这是我们辣晚报的团队代码。